唱京剧超过一甲子的戴启霞老师，是台湾京剧的国宝级演员。七岁学艺，九岁登台，擅长花旦和刀马旦，特别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敲功，是戴老师的鲜明特色。我们国剧困难的就是手眼身法步，手眼身法步，就是练一句词，比方说青春整二八，这手眼身法步都要出来。生长在平家，露窗春节尽，空腹帽容有个手帕花，这叫手眼身法步。所以这个练敲的时候，练国剧的时候，就要有那么大的功夫，才能成果一个作品。戴老师呢，原来是花旦跟刀马旦出身，所以他的功底非常的扎实。好，那么他也擅长演一些，比如说这种风骚戏啊，马寡妇开店呐、那么还有像彩俏那种阴阳合啊等等，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下了很多的功夫在京剧艺术上面钻研。那么我觉得最令人感佩的就是戴老师呢，他是学什么像什么，他始终像一个海绵一样，不断的吸收很多的养分，而且对自己在舞台上的演出是精益求精的，不断的要求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晚年的时候，他还学习梅派的表演艺术，以至于我们在看到他九十几岁的时候，都还能够扎靠演出《穆桂英挂帅》，或者是像这个《贵妃醉酒》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工的这样的戏码。民国一百年，高龄九十四岁的戴启霞老师，新戏京剧文化传承，再度粉墨登场，演出《贵妃醉酒》。展现过人的身段，更令人感动他对于京剧的热情。老师从85岁开始就每一年都有演出戏，其实我都跟在身边，我都看在眼里。老师对我的人生上面不只是在教剧艺，而且在做人处事方面他也教了我们很多，更何况他的剧艺上面激励我们。其实看到老师94岁唱的这个《贵妃醉酒》，90岁唱的穆桂英挂帅，觉得那种感情是有的时候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出来的，那真的是一种感动。我对我自己啊，好像觉得没有这么大次数，像有人要求我照样演，因为这个演戏的人员呢，就是演到他真正不能演了，我真的不能演了，我才拒绝。因为从小练功啊，学习也练了那么久，几十年来整个的一些艺术，你不把它给大家看，您完了你带往生你带走就没有意义了。对戴老师而言，京剧不只是舞台上的绚烂演出，更是生命的信仰与价值。而老师对京剧的坚持与热情，更启迪无数京剧爱好者共同投入京剧传承的行列。老师第一个年纪大了，可是他的这个记性相当的好，他的记相当好，叙述起以前的每一次唱戏的过程，跟他的唱腔的内容，跟他的这个唱腔的重点的时候，讲得非常详细，而且他对他艺术的要求呢，也相当的执着。我们这个做琴师的呢，跟这个演员的角儿呢，是非常严谨的一种配合的关系，两个关系是要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默契存在，不管在舞台上表演也好，在私底下吊嗓也好。所以我跟老师相处这段时间呢，除了学习了老师的这个戏的内容之外，从里边能体会出这个老师他这一生在对戏曲里边研究的精神，跟他的生活态度，跟他处事的态度，跟他对人的态度，所以说学习了很多，学会了很多。
我总觉得我是一个老演员，我总觉得困难要去克服困难。你说你困难你就不做了，那么这事情就算没有了。现在来讲台湾这个就很少了，但是我总觉得我虽然年纪不算大，我年纪还不算大哦，我年纪还很小哦，我有生之年我总希望把我这舞台这一点经验，正宗梅派国剧，正宗花旦国剧把它留下来，这是我今生今世要做的，就是这样，你说好吗？